2016年，咱的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女士，是伫百人当中，伫分半人来咱人事中，从咱的保新大地，伫为村先来参乡，由此可见，咱的民进党，咱的主席，包括所有的干部，包括咱规个地区最侪的乡亲士大，大家拢非常关心这场的选举，大家讲对不对？好，大家拢期待咱会当伫台湾这土地嘞，这条汉子嘞，会当选成一位头一位的女性的总统，大家讲对不对？好，而且非常非常，而且衷心啊来祝福，感谢咱蔡英文女士会当安尼破门来咱本乡参乡，同时呢嘛引领咱开会20年，咱的一里科五条王朝啊来建立一个上好的这个。好，谢谢各位，好，谢谢。非常感谢咱的最近的关。